先说明一下好不好？大家都在等你。对啊，先说明一下，先说明一下。先主要就是配合检察官的传讯，然后我们来说明案情。那我们律师也有据状申请检察官调查证据。那我们状子里面总共申请调查9项证据，那主要都是针对高法医帮我们的忙，然后就是包含指纹跟毒物相关的证据，都有要求检察官进行调查。这样，好，那剩下的再说。而且我快迟到了，剩下的再说，好不好？快迟到了。他们昨天都被请回，有没有什么看法？